嗯，好好好，那您发个定位。好，明白。赵云约你单独谈谈，正好，你亲自对他说一下你的决定。哼，我不去。又约我来谈什么？谈你想谈的。你知道我想谈什么？当然谈生意。林董事长这次派你出来，一定是想让你做出成绩，在公司能够服众吧。我在哪都可以有作为，不见得是在这儿呀。那可能是你还没有机会真正的了解一下。可以这么多？正定有历史，有文化，旅游前景大好。回去了，让你的助理分析一下就知道了。做民宿的不止你一家。目前也只有我在跟你谈啊。现在我们再来谈论另一件事情。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吗？你不会真把我当成情敌吧？